嗱，呢度係 M 加博物館，咁呢度咧就係艾薇薇啊，佢嘅作品啊，咁呢個作品咧就係洗白啊，咁你睇到咧呢度就艾薇薇咧，佢就係喺1957年出世，喺北京啊，依家就喺英國劍橋，咁呢個咧就係。1995到2000年的作品，在新石器時代的陶罐就特別加上了一些工業的用料，我們看這些就是新石器時代的陶罐，但是呢就油上了那些白色的，有不同的油上白色，咁即係洗白咧，就係、是、好似將以前嘅歷史重新加上一層白嘅油去塗改咗、啊、但係咧啊，塗改咗之後咧，佢嗰層就成為一個新嘅歷史。即是说你涂改了，但是呢经过若干年呢，它一样会将旧的历史呈现出来、啊、所以我们就看回呢，他说有些白漆逐渐脱落、啊、历史的真相是怎样呢？表明粉色洗白不仅无法完全掩盖过去，而且还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。